旅途移动时的舟车劳顿，减少战力。所以从这次奥运开始，未来参加国际重要赛事的选手跟教练都以坐商务舱为原则。选手教练会坐商务舱，会坐商务舱，会坐商务舱。我也和行政院副院长一起致电给我们羽球国手小戴，向他表达这个最深最大的一个歉意。在这里，我也要再一次向所有的国手致上最深的一个歉意。